实在就是 SUM。 各位好，我是正大汽车小哥店长。2021年到来，正大汽车创始店走入新的里程碑，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，小秋祝福大家牛年行大运。再来，我们要介绍很牛的车子，2018年 Honda CR-V， 而且还是小改款哦。它牛在哪里呢？第一，它的里程才跑3万多公里而已。第二，一手车。第三，全车原漆原版件，它真的是原汁原味。爱 CR-V 需要你吗？不需要吗？一个人是要理由的吗？唔使嘅咩？要嘅咩？唔使嘅咩？要嘅咩？唔使嘅咩？诶，我同你研究下啫，唔使咁认真嘅。乜要嘅咩？本车是2019年小改款的款式，它是异形 LED 阵列环绕的头灯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水箱护罩的部分，霸气，而且它是不是像我一样有魅力啊？它的内装质感非常好，左两边有它的快播按键，像左边是它的音响快播、影音快播，还有蓝牙系统等；右边是它的定速巡航、ACC 和车道偏移辅助。大家可以看到里程数32440而已，真的跑得非常少。它的仪表板非常多的功能，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切换。再来，我们把镜头移到中间，中间是它的影音萤幕，那可以接手机，像 iPhone 的手机直接插线插上去，就有 Apple CarPlay 哦。除了可以打电话功能、导航功能，那很贴心的就是说，我们播音乐，它直接就可以投射过来，而且就可以直接可以听音乐这样子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首页，它有原厂的导航系统，这个也是有的。那倒车显影，也是有的，而且镜头非常的清晰。它的恒温空调跟下方的手自排排挡杆，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右边，它有 ECU 节能辅助系统。左边它有它的电动手刹车系统，还有 brake hold 系统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排挡杆下方有个 S 模式，运动模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后方方向盘这里左两边后方是有它的换挡快播的哦，右边是加，左边是减，我们可以自由的切换操作。空间表现一直是 CR-V 的强项，坐起来非常的宽广，而且不会让你感受到压迫，视野相当好。它的椅子经过改良设计的包覆性、支撑性都比前代强悍很多。 CR-V 的中控空间也非常丰富，可以放很多杯饮料。而且小编，你知道它的 USB 插槽有几个吗？不知道。前后总共有4个，而且还可以用 12V 插槽去扩充的。在这个资讯爆炸时代，人手一机，随便都可以充电，非常贴心。后方空间表现相当出色，不会完全有压迫的感觉。膝部空间至少2个拳头以上的空间，后面还有2个贴心的冷气出风口，2个贴心的 USB 插槽，还有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。打开引擎室，首先我们就看到我们夜驶认证的封条已经做好认证，而且还有我们夜驶认证书的部分都已经完全都已经做好了。再来是它的引擎的部分，这是全新改款1.5升涡轮增压引擎，它拥有傲视同级车的193匹大马力，还有24.8公斤米的强劲扭力，它的平均油耗来到1级14.6，那驾驶可享有高效动力与低廉的税金，非常享受。我们看它螺丝板件部分，它是没有拆卸的痕迹，表示引擎盖是没有更换过的。再来，镜头往上拉，我们看到车身标签也是有的。好，再往右拉，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厂的标签，上面是还有它的行驶年份，2019年，只是小改款的哦。右方螺丝板件也是没有拆卸的痕迹。那它的水箱、它的电瓶经过认证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像我们这种稀有的绝版新好男人，拼江山顾家庭，绝对一样都不能少。我们看一下后车厢到底有多宽广。首先，6式分离座椅左两边分别有拉环，一键就可以倾倒，它空间非常非常的大。不管你是外出、洽公、采购，全部没有问题，交给我。在这个物价飞涨、工资不变应万变，金钱就像卫生纸，用着用着就没了。我们更要更加的精打细算。小秋店长推荐这部好车，2018年 Honda CR-V 推荐给你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欢迎预约赏车，0963-738-066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祝福各位牛年行大运，下回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